乡亲啊，回头继续来看新科的立法院长韩国瑜，今仔日正式上班，早起的8:50进到立法院。韩国瑜先去巡视立法院各局处，看到人就是伊招牌的拱手的动作，甲人来拍招呼。佮带着伊新任的立法院的秘书长周万来做伙来献功。韩国瑜讲，周万来伫个艺术的证书是教科书的等级。啊，周万来嘛讲，会利用伊的专业协助委员来艺术。做招牌拱手动作，新科立法院长韩国瑜正式开始上班。第一天先甲立法院行政院拜拜头，无伫咧选调，隔两天就开始点灯，叫对手警惕走去避。原来伊是去做这件代志。韩国瑜伫咧辩才顶写，含同事去家己管理菜，管好中低收入家庭含独居是大行，嘛写经典名言，唔贪袂记哩世间艰苦人济。啊，若过年前个拜一上班前，韩国瑜嘛直接伫咧镜头前公布上新的人事。我们非常荣幸，请到周秘书长来担任韩国瑜接任院长之后的秘书长。那周秘书长是国内议事规则教科书籍的人物，接受这个职务以后啊，我在尽我自己的力能力，那让立法院的院务的事务工作能够正常的运作。超过了10年，立法院技术经验的前科技委员周万来同齐上镜头，除了秘书长周万来，韩国瑜的办公室人事布局了一个显出来。包括亲像前两位惠皇台照常请资深助理柯冠雄出任院长室的主持，搁伫韩国瑜高雄市长期间担任办公室发言人的邓义安，嘛是进入院长室的热门人选。挂伫了几年前，韩国瑜院长室布局邱定辉，你后开会，大家嘛拢准备好势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